好像见过你啊。请。哦。上来吧。今日乃皇上登基大典，众臣要一睹的是皇上的风采。就是因为这样，我才叫你上来享受享受嘛。张翔岂敢与皇上并列？哎，什么并列不并列的，我叫你上来就上来啊。喂，怎么样，阿翔，还不上来？皇上，昔日可以不分，如今你是君，阿翔只是一介草民，君臣之礼总是要分的。哎呦，你跟我还分什么君臣草民的？没有你，我能当皇上吗？上来，哎，皇上，哎，皇上来了，哎，快点，是，哎，上座，哎，上座，哎。各位，这位是阿翔，我的好朋友。哎，启禀皇上，您现在是天下之尊，连你啊我的，真难听，你应该自称为朕。哦，朕的好朋友就是张翔打败的法皇，朕现在宣布封张翔为一字并肩王。啊，嗯，一字并肩王，这是什么王啊？皇上，快跪下来谢恩呐，快呀。谢皇上。哎呀，谢什么谢啊，以前我们在灵山就说过，咱们情同手足，我们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今日朕得了江山，怎么会忘记昔日手足呢？皇上，但是，哎呀，你不要叫什么皇上，我听得很别扭，还是叫我乌龙龟吧。皇上要治理国家，朝纲不能废，礼仪不能忘。阿翔，你好像不开心啊。不，臣为万岁登基而开心。是不是还在想姐姐呢？萱萱，公主，你怎么还在这里啊？我没地方去啊。今天是皇上登基大典，所有皇室的人都要出席，你不该在这里的。我才不去呢。我哥哥要走了。谁？黑王子。事实已经证明，他乃法王之子，与公主并没有任何血缘关系。是啊，我知道。可是在我心里，他永远都是我哥哥。当今圣上还是公主的哥哥。哼，我可是大有怀疑。公主，别再提了。你呢？你有什么打算？我也不知道。乌龙龟登基之后，扎翔必受重用，你跟着他一辈子，势必享受荣华富贵。公主，我岂会贪图眼前的荣华富贵？我之所以还在宫中，是因为阿翔也在宫中。不管他是王爷，不管他是平民百姓，他永远都是我生命中的全部。没有人怀疑你对阿翔的爱。我跟你这阿翔争了这么久，越争我越发现我比不上你。可是我已经跟殿下拜过堂了。那是法王的魔法在作祟，没有人可以怪你啊。
那段婚姻是无效的。法王谋害先帝，罪该万死。现在王子也成了罪臣之子，马上就要离开皇宫了。这么快？这还是新皇法外开恩，免他死罪。不知道现在这个时候，哥哥最想见到的是谁？父王，母后，我要走了。尽管我们没有血缘之亲，但是从小我就在你们身边长大，二十多年的养育之恩，孩儿永远不能忘。小时候，父王亲自握着我的手教我写字，此情此景历历在目。哼，死皮赖脸。哼，哎，你在我的寝宫里面是在做什么？哈，这是我的寝宫，从现在开始这个房间哦，就是老娘我的房间啊。好吧，反正我也要走了。皇宫财物该当何罪啊？这是父王之物。什么？父王？父王是给你叫的哟，人家是乌龙龟的父王呢。哎呦，你这个小混蛋啊，哦，跑来这里乱认亲戚，哦，真是不知羞耻。住口！你要是再出言不逊，我就对你不客气了。啊，哎呦！放肆！对娘娘敢无礼！娘娘，没错。张祥被封为一字并肩王，太夫人自然册封为娘娘。失敬。你窃据王子之位这么多年了，罪该万死呢。那是我们阿祥哈，大人有大量，不跟你计较哈。你给我听清楚哈，这个皇宫里面一草一木都不是你的啦。不，这支笔是我小时候父王叫我写字送给我的。你要知道呢，那一支笔吼值很多钱呢，你也想拿走，给我拿来。是。哎呦，没有用的东西哦，两个给我一起上啦。打打，落地。哎呦先生啊，哎呦，我们未来的王妃娘娘，来来来，哎呦，你该死了，你皮痒了啦，我的好媳妇哦。哎，你知道吗？刚刚哦，阿祥哦才被封为那个一字并肩王的呢。不许你们对殿下无礼。哎呦，他不是殿下，他是那个杂种啊。伯母，你在说什么？嗯，就是他呀，他是那个法王的那种啊。伯母，得饶人处且饶人，不要做太绝了。哎呦，先生啊，啊，你忘记了哟，那个法王哦，心肠有够坏的啦，他把你变成一匹狼呢，哦，为了吼、哦、不让你跟阿祥在一起，啊，把阿祥吼、哦、变成那个妖怪吼、哦，哦，让阿祥吼、哦、受了好多的罪呢。我是法王之子，法王之罪由我来承担。不，殿下，皇上已经降旨，法王之罪应该由他一人来负责。殿下一直被蒙在鼓里，
不应治罪于你。他怎么可能不知情啊？他根本就知道，所以他才会给你喝那个什么忘情水，用这种卑鄙的手段来欺骗你，骗你跟他成亲啊。哦，他这种人实在是哦，可耻大骗子啦。不会的，如果殿下知情的话，一定不会让我喝的。不，我会。如果我知道真相，我一样还是会给你喝忘情水的。只要能跟你在一起，我会做任何事情。只要能跟你在一起，哪怕是短暂的片刻。不要再说了。阿玲，看，你看，你看，不打自招了哈。哦，你真的是哈、哦、那个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了。要是我们阿翔哈、哦，不能叫阿翔，要叫王爷。对对对对对，我们王爷哈、哦、跟仙仙哈、哦、才是真正的爱情啊，他们两个是海枯石烂永不变心的呢。哦，你这个小子哪里比得上啊？你拿什么跟人家比哦？哦，海枯石烂，永不变心，我也做得到。啊，好呸！哎呦，你做得到？哎呦，你不要在那边臭美了啦！哦，人家我儿子哦，现在是一字并肩王呢，荣华富贵就摆在眼前呢。啊，你呢？你马上就要去做乞丐了，还在这边五四三的。我跟你说啦，你哈、哦、还是赶快出去啦，赶快出去，赶快出去。哎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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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谢谢，保重。殿下，皇上准你支付库银千两，以应生活之需。替我谢谢乌龙龟。大胆，乌龙龟已经变皇上了，这也是你叫的？啊，这种小人哈、哦，就是高位不起来了。你放心，我不会带走宫中一文钱的。殿下，退堂。阿翔，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？回皇上，我没事。少来了，我们兄弟一场，你的一举一动还能瞒得过我的眼睛吗？我看你的样子就有事，有什么事情你就说嘛。臣有个不情之请，请万岁爷成全。你我兄弟一场，还有什么成全不成全的？这江山就是我们两个人的，有什么事你就说嘛。臣恐万岁为难。哦，还有什么事是我这个做皇上的都会为难的？是不是你嫌并肩王的位子太小了？啊，哦哦哦，不不不不，那好办呢，那我们两个一起做皇上嘛。臣罪过万死，臣绝无此意。阿翔，你别动不动就跪啊跪的好不好？咱们两个兄弟一场，有什么天大的事情尽管说嘛。臣大胆请求皇上把法王交给臣处置。哼，我还以为是什么天大的事，法王交给你处置，你是最适当的人选。好吧，你就跟那个什么什么台什么司什么部的一起三司会审吧。臣要求就由臣一人独自全权处置。这好像有点于法不合。哎，所以臣才斗胆请万岁法外成全。法王害你也害得够惨，你要报仇我可以理解，可是法王谋害先帝，请万岁成全，由臣独自一人审讯。好吧，朕不能一登基就忘了兄弟，法王就交给你处置，要杀要剐，临时或五马分尸，臣由你决定。谢皇上。阿翔啊，你别动不动就跪啊跪的好不好？
王。爹。爹。孩子。孩儿来告辞了。孩子，你终于肯叫声爹了。爹，孩儿不孝，今日才肯相认，孩儿伤了爹的心了。孩子，你不认我是对的，我不配做你的爹，我的双手沾满了血腥，一生背负了那么多罪恶，如今我的罪恶害你们终身耻辱，爹实在对不起你们。爹，你千万别这么说，你怎么做全都是为了我，是我拖累的爹。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，早知今日，当初我就让你做个普通的百姓，无忧无虑，平平安安。开门。是。让开，让开，让开，奉并肩王之命提审钦犯。开门。是。快走走。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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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陪您去。提审钦犯乃极度机密，旁人不可触及。我不是旁人，我是他儿子。王爷有令，严禁他人旁听。王爷，谁是王爷？张翔。张翔，张翔跟我有仇，他会宣判不公，他会公报私仇的。孩子，让张翔审吧。爹，你害张翔罪惨，他不会放过你的。我谋害皇上，罪该万死，谁审都是一样的。天龙国中的男人，我最佩服的就是张翔，他才是真正大丈夫，能死在他的手中，我也心甘情愿。好，妥了，走了，走，接着。爹，忘了我。爹，你要忘了我。爹，忘了我，永远忘了我。人犯报上名来。金无命。金无命，你可知罪？好汉做事好汉当，金无命不是畏首畏尾的孬种。御史控告你十大罪状，你可认罪？十大罪状，太少了吧。
我谋夺江山，不择手段，所犯罪行，何止十件？好，快点。这才叫做无边法王的所作所为。金无命，依你之罪，当诛九族，五马分尸。我认了。本王念你所作所为皆是为了儿子，而且全是法力武功尽失，所以本王派你放逐蛮荒之地，永世不得返回中原。你可能遵守条件？金无命，本王在问你。张翔，你为什么不杀我？这你不必问。天龙国人人都希望我死，你为什么要救我？退堂。张翔，张翔，我害你罪惨，你为什么要救我？张翔，为什么？你告诉我为什么？咽下去。你是不是有什么诡计？是不是想用我做人质加害我儿子？诡计？张翔，你告诉我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不要为难他，他是无辜的，他是无辜的。你们先退下。你想知道我为什么不杀你？是因为法后，我这条命是法后给的，我现在只是还给他。规矩全忘了，一点体统也没有。公主，奴婢到处找您。皇上都换人了，找我做什么？公主，法王跑了。胡说，法王的法力全失，关在天牢之内，岂能跑得掉？他不是越狱，却有人放跑了他。连皇上都要杀他，谁敢放他？一字并肩王张翔。张翔是最恨法王之人。你乱讲。奴才岂敢乱讲。你还说，小心我砍你脑袋啊。奴才有几个脑袋？公主，法王向紫云门方向逃跑了，再去就来不及了。混蛋，不早说清楚。哼。这边，快点。有没有看到法王？报告没有。看到法王者一律格杀勿论。走走。自门接回报，法王尚未出宫，太监还躲在宫里，谁要是发现他就地打死，本宫赏金千两，若是让他逃走了，统统小心你们的脑袋。是。
父王，女儿一定不会放过凶手，你一定要保佑女儿。身残到死丝方尽，蜡炬成灰泪始干。阿祥，我虽然与王子拜堂，可是先行此心永世不变，你为什么都不来看我？星星姑娘，法王，你来干什么？星星，放肆！姑娘，姑娘，我是来求姑娘救命的。阿祥有好生之德，已经放了你一次，你还来干什么？公主得知张香是我，勃然大怒，下令封锁宫门，只要见到我就地处死。现在宫中都在找我，我是无路可逃。公主既已下令，仙仙也无能为力。仙仙，你的武功第一，飞越宫墙易如反掌。仙仙姑娘，帐翔已射我，姑娘理应成全。阿祥有好生之德，已经放了你一次，能不能逃出去就靠你自己的造化。我现在只要一出去必死无疑啊。但是天要你死，你就认命吧。我是认命，死我也不怕，我想死了之后可以到地狱找法。可是后来我又想，地狱里已经没有法后的鬼魂了，他的三魂七魄全炸没了。法后是为了把你和张翔送回阳世，才情愿牺牲自己。他的牺牲值得，他救了张翔，张翔救了我，你们欠法后的张翔已经报了，我不强求你报恩，上天要我死我也该认命，我走了。等一下，法后救了我跟阿祥，我欠法后两条命，好，我再救你一次。一字并肩王求见。宣。宣一字并肩王觐见。臣张翔叩见皇上。阿翔，你这是怎么了？阿翔乃一字并肩王，是炎之下万人之上，是谁敢加罪于他的？ 我不知道啊。是皇上，我们也不知道啊。是我。臣特来向皇上请罪。阿祥，到底发生什么事？是不是你动私刑把法王给宰了？他不敢说。皇妹，你说什么？他私自放走了法王。什么？阿祥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对不对？公主所言不虚，张翔私放侵犯，罪该万死。
特向皇上请罪。皇上，我已经封锁了宫门，搜了一夜，没有抓到法王，我想他已经逃出宫了。你气死我了！你，阿强，你怎么干出这种糊涂事？张翔罪无可赦，请皇上立刻降罪。你真是太糊涂了。皇上，王子犯法，与庶民同罪。张翔贵为王爷，知法犯法，罪加一等。皇上，公主所言极是，法王谋害先帝，十恶不赦，罪该万死。现张翔私放法王，理应同罪。请皇上降罪，将张翔当众处死，昭示全国，以儆效尤。这，我再想想。皇上，张翔亲口招供，铁证如山，你还想要包庇他吗？张翔是我的好兄弟，我不能杀他呀。你。皇上治理国家，依靠的是大公无私。皇上今日若以兄弟私情袒护徇私，就变成了以私害公。皇上失信于天下人，那张翔的罪就更大了。好，皇上，请问我是不是你的亲妹妹？你我是同父所生，我们当然是亲兄妹。那我再问你，是谁杀了爹啊？杀爹的凶手该不该处死？该。请皇上降旨处死张翔。我，皇上，你再不降旨，我就自己动手。我不能杀他呀。若没有阿翔，我们岂能推翻法皇？如果没有阿翔，爹爹之死最近还是不清不楚。若没有阿翔，我的身世仍然是一团谜。没有阿翔就没有朕，朕怎能一登基就杀死阿翔呢？对，皇上。公主，张翔罪该万死，请公主亲手处死张翔。你以为我不敢？自由了，新贤姑娘，我。你记住，我已经救了你两次，我再也不欠你跟法后什么了。快走。我明白。你被阿翔判了放逐之刑，永生之年，你再也不能回到天龙国来。我一定会回来，我会带着魔法跟圣灵回来。
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。阿翔，你还疼不疼？啊？啊，公主。你一定恨死我了。我感谢你，我伤了你，你还感谢我？公主这一剑有意避开了。当时我真的恨你，我想杀了你，可是当我临下手的时候，我看到你，我恨我自己。公主，请恕罪。哎，不要说了，不要起来。太医的药我正在煎，喝了就不疼了。公主，这件事情叫下人来做就好了。我已经下令，任何人都不准来这里，只有我。公主，哎，公主，没事没事，你好好休息，药煎好了我再叫你。我听乌龙龟说过，你受重伤的时候，前线在琉璃洞里是怎么样照顾你？当时我就好嫉妒，我心里面一直在想，如果有机会，我一定也会这样做，而且我会做得比他更好。其实我心里有一种很自私的想法，我希望你的伤永远都不会好，永远都可以这么乖乖的躺在我身边，永远都由我来照顾你，永远，永远。阿翔，你起来吃药了。阿翔，哎，哎，你不能再睡了，要起来吃药了。哎，哎，糟了，他一定是疼昏了。阿翔不是心胸狭窄的人，他一定是有事缠身，我不应该错怪他。
祥，难怪你都不来找我。原来，原来你已经做了选择。公主是位好姑娘，你们是珠联璧合，天生一对。我祝福你们。陪着我看着那海龟水中游，慢慢地趴在沙滩上数着浪花一朵朵。你不要害怕，你不会寂寞，我会一直陪在你的左右，让你乐悠悠。在唱什么？我知道有一天啊，你一定会爱上我，因为我觉得我真的很不错。时光匆匆匆匆流走，夜夜夜不回头，美女变成老太婆。哎呦，那那那个时候，我爷爷已经是个糟老头。啦啦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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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数着浪花一朵朵。